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依然是在新北乌来。不过呢，我们刚刚从新北乌来老街那边上来，又更深山一点，可以看到呢，我这边的雨势其实比乌来老街那边相比是更大了一些。而我这边今天著名的缆车其实是有营业的，不过游客是相当的稀少，但还是有登山来健行的游客。我们来先听一段他们怎么说。今天感受度很小啊，雨也很小，细细的，哎，一种浪漫的感觉。这个雨还好啦，而且不见得说雨，南风一定会刮到台湾来。好，可以听到呢，游客游玩的兴致其实并没有受到台风雨势所影响。那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瀑布其实也没有受到雨势，所以有狂泻的情形。不过我们再往更深山里面一点看，今天的浓雾的比例其实还蛮高的。那么还有我这边的商店哦，其实因为今天是平日，加上天后状况不佳，大部分的店家都没有营业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，再把时间镜头交往棚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